近呢，超商推出了两款很厉害的炒饭，冠军炒饭，它是从250款的炒饭评比中选出来的两款，一款是冷藏的，一款是冷冻的，那我们就赶快买来尝鲜吃吃看。先来到冷藏区，这里背后蛮多的哦，看起来看肉很大块，我们就各买五盒。这里一样各买五盒。很丰富的，还蛮重的。我们就是要回去开箱这两款各五盒的炒饭，来做一下大胃王挑战。OK, go go。我们的主角买回来了，就是两款的冠军炒饭。今天呢，我们各买五个，我们要来挑战暌违已久的大胃王挑战十人份炒饭。如果我吃不完呢，小编说会帮我吃，他最近被我训练得很厉害。这两款炒饭呢非常的厉害，是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是从163间知名的饭店餐饮小吃里面，总共有250款中选出来的两款。我认真很厉害。对，所以我很期待，就是这么厉害的炒饭到底味道怎么样。而且呢，这两款炒饭也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产销履历标章的炒饭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加热这10款，看味道怎么样。好，走。我们现在桌上呢是先微波好5个冷藏的这一款冠军炒饭，因为我们刚刚呢仔细看了包装，冷冻的那一款上面写热锅快炒，还原度更高，所以我们决定等一下那个我们用热锅快炒。那我们就先吃这5个。哎，它这个肉，鸡肉是真的大块鸡肉，真材实料，而且打开好香哦。这个呢是用生巴酱，应该是念三八生巴，好像都可以。它是英文翻译过来的。我觉得它吃起来很有异国风味，就是有点微辣，很东南亚的味道，还没有很清爽哎。它的辣是一点点，微微的而已。而炒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粒粒分明。没错。它的饭真的粒粒分明，它的饭是有弹性的那种饭 ，Q 弹。它的米是用台整9号产销履历米，因为我觉得很多微波的饭啊，吃起来都会很软烂，它的米是真的 Q 粒粒分明。然后它里面有青葱跟那个蛋，青葱咬下去还脆脆的，是有感的那种。这个呢，售价是85元。嗯，算是超商品项中规中矩的价钱。因为它有鸡肉很大块，它有3块鸡肉，哦，是它的烤鸡肉，蛮嫩的，是像那种烤鸡肉串的那个鸡肉哦。OK 哦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饭的味道啊，真的很特别，就是你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吃过。然后这个是来自于绿朵农业，就是绿朵休闲农场，它在台中，
这个地方呢，非常非常的适合遛小孩。你看鸡肉，嗯，真的大块的鸡肉。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比较重口味的炒饭，它真的蛮够味的。你好忙哦。还要唱歌。以前啊，就是一直都有人教我说，炒饭要好吃的秘诀就是饭要先冰过的隔夜饭，炒起来才会好吃。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自助餐蛮厉害的，他们用热的饭去炒，炒出来也还是蛮好吃的。对。蒸八酱鸡肉炒饭5个 K 哦，不知道是因为饭很 Q， 你的嘴巴好像有点酸酸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热锅快炒叉烧蛋炒饭。它其实呢，打开是长这样，冷冻的。对，它是冷冻的。这个，来来来，哦，哎呀，哎呀。我第一次要炒这么多饭呢。第二盒，而且你刚刚还吃了五人份呢。对，我们小帮手很激动哎。现在好不容易陆陆续续5盒炒饭都加下去了，好满哦，好满，就可能要需要花一点时间炒。它每一个分量是280克，所以这边是1.4公斤的炒饭。我们现在呢已经炒了差不多，而且有一点小锅巴出来了，一直在冒烟。这个是来自台南国华街的贩卖人口，他这次是跟精品合作的，就是推出冷冻的炒饭包装。嗯，它里面那个菜啊，高丽菜，还吃得到脆脆的口感呢。要尝一点。人家对这个很有兴趣。哎，它的饭真的就是粒粒分明。我喜欢它的叉烧，很入味。它用的是国产猪肉，慢火烘烤，软嫩多汁。真的。它叉烧很够味，然后带甜。嗯，不会很死咸。我觉得这款的调味呢，跟刚刚的三八酱比起来，这个比较清淡一点。我把它炒到有点小锅巴，所以里面会吃得到脆脆的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再忙的话，直接微波就好了，比较方便，因为它本来就是适合微波的食品。
你真把它吃完了。我现在觉得好饱，超饱，应该超饱的吧？超饱了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挑战了十人份的冠军炒饭。其实我觉得这两款呢很难分轩轾哎，因为都还蛮厉害的。你比较喜欢哪一款？我比较喜欢叉烧蛋炒饭。我应该硬要选的话，应该会选三八酱。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重口味，然后肉也比较大块啦。对，肉这鸡肉真的很大块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取得也很方便，因为去超商买微波加热就可以吃了。它也经过农粮署的产销履历认证。第二届呢，台湾炒饭王冠军的这两款炒饭呢，4月7号呢已经在全台的 Seven 都上市了。接下来5月份呢，叉烧蛋炒饭也会在家乐福、爱买跟大润发上市哦。然后有兴趣的人呢，就是可以去买来吃吃看。不是吧？好，鹏哥要研究他要去哪里买。你这个展示员今天很不专业哦。好，拿反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按订阅，还有开铃铛哦。然后记得要分享，我们下次。